好奇妙哦，就是真正变成对，就是真的开始，就是第一次拍电影，然后看到自己的作品，感觉蛮奇妙，我都起鸡皮疙瘩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在就很想哭，是不是？你要哭吗？哦，我现在很会哭，我超厉害的，就是演哭戏的，对对对，就是算是就是在所有戏剧上面的磨练的成果。那现在十秒给你不要了，他其实已经在眼眶含泪，就其实非常的感动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还蛮奇妙的，对，很开心，而且很想赶快看到成品。那阿东呢？很开心看到，因为就是一直在录，我跟着后制啊，就是旁白等等，所以都是看片段，所以就是看完预告之后，很想把它看到完成的片段是怎么样。是，今天三位来到现场，也算是跟所有大家提蛮前的啦，度过中秋节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小小的一个小游戏要给大家，就是要彩绘一下柚子。这听说是你们刚刚上台前，我感觉你们比较紧张的部分，画柚。因为之前跟郭书瑶主持过，知道他本人画画的功力呢非常烂。就是有一点可怕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，看看会画出什么东西。然后，那导演应该不用说，本身应该是非常有这个艺术的气息吧？有练习。那我刚有一直在画，有刚一直在画，所以待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那我们请会跟爸妈还有跑片一起画。是哦，要干什么呢？烤肉吧。已经订好场地了吗？还在想。在想，所以应该是不能告诉大家吧。好了，我问完了，因为他们一直说一定要问这一题。我画的就是戏里面的角色吗？对，角色的插画。对对对。你现在就不想让大家看到？可以啊，可以看啊。是，是狼还是鸟？狼是狼。对啊，的狼，你的狼是嘴巴鼻子的长。对对对。那不需要。我画招财猫，招财猫，你觉得如何？很可爱啊。你们在戏里有对到戏吗？我尽力了，有，但就等等，然后两场，两场戏，然后但是招财猫的部分，台下有人想要这个吗？待会一定会大家踊跃的举手，好不好？我们都会问问题，然后就把这个柚子送出去。好，那导演呢？画那边有点没水，但是它是就是一只野狼，然后那个里面的南方小羊其实是一个圆滚滚的羊，它会飘在空中，也会滚在地上，整个很梦幻。是，所以这一只狼就是像牵一个气球一样在牵的，飘在空中的羊。哇。